你好啊，今日我就同朋友一齐嚟到荃湾广场附近享和街嘅其中一间餐厅嗰度食饭，因为就见网络上咧啲人都话唔错，咁所以就订咗位。咁见入边咧都几舒服噶、哦，原来咁餐牌上边咧由90几蚊至100几蚊都有，我哋就一人叫咗一个午餐，汤同面包咧都好好味，而且咧个南瓜味都好浓。不过咧沙律方面我就觉得比较普通啦。扒方面叫咗肉眼扒，七成熟，但切落去咧系有啲硬，冇谂过咧切出嚟差唔多好似全熟咁样。有饭同薯仔嘅选择，我哋选择咗薯仔，薯仔咧有少少咸味咧，咁都几好食，跟埋啲配菜。咁整体嚟讲，牛扒系熟咗啲之外咧，酱汁都系偏少，咁所以就普通啦。鱼柳配鲜虾咧都系比较少汁，都可以睇得到。咁鱼嘅质地都可以，但虾咧就食落就唔够爽口，下边嘅薯蓉咧都几滑身。饮品方面咧，咖啡系有惊喜，系几浓身同埋几香噶。咁加少少奶就啱啱好啦。咁我哋再加咗38蚊，要咗一个法式布丁蛋糕。口感咧就似布丁，但系个底咧就会比较淋身啲，咁所以就只可以讲普通啦，可以一试嘅。最后俾钱每人85蚊，咁食物就普通，但系都坐得几舒服，侍应都唔错，可以一嚟。